微料理、啊。哎呀，39块出好彩头，你看。好、哦，这洋芋片，这洋芋片过去出的囡啊，食个腻，我爱食，啃到软去的啊，只是无蛋雕尔吼。这个可以煮哦。嘿，可以煮哦，相当好煮哦。哎、来，咱先用塑胶袋啊，甲袋一下。哦吼，趣味就是叠加啦。因为是都淀粉嘛，对，而且它本身制作的时候有透过加工调味哈，本身味道很好。来，咱就把我妈妈也给哈。哎呦，来两条火腿哦。干嘛呢？哦，我们等一下来辅佐汤头用的。哦，哦，因为这菜老贵汤哦。对，哦，啊，今嘛这捏水以后是不是足臭？来，这一张拜拜，你好，这鱼吧，我再给放下来，嘿。吃剩的鱼肉也不要扔掉，一小块也要捡起来。对，然后现在汤头就差很多。对，汤头就差很多。我那今天存几袋啊？你给蛋掉啊？对啊，啊，我今嘛鱼吧，跟这个马铃薯和泥哦，碎片啊，弄个料料好吹。哇，这是哪招啊？哦，妈妈有看到料料好吹哦。哦，咱下面就用清水给平落去了后。清水变鸡汤，清水变鸡汤，还有海鲜味，变鱼汤，还有海有海味的哈。哦，来，阿芝麻，这就是菜头粿。哎，甲村的这个菜头粿，这吼，这一般超市买市售的啦，咱人情买啦。阿芝麻，伊甲一般正常餐厅无啥共款，你看内底无讲清水料啦。我见啦，那我见料对对对对，咱的料拢伫遮啦。对哦。哦。浪西，那妈妈，你今天要看你买到什么萝卜糕。如果料很多，我就直接煎；如果料不够，我就煮成汤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外面可以再加料。没有，我这个要做那个焖炒的。啊，你要炒哦？做焖炒的。我以为你要煮汤哎。不要啦。啊，哇塞，哇，那是假金霸哦。都这简单啦、啊、吼。好，这样子之后，这样子之后，那就来吧，来吧。哦，先来个煎一下，哦，炸一下，定型一下。没有，我靠，一点卡给我。对。哦。哇。这都变成咱较早在看歌戏那边，家人在卖烧煎粿啊。啊，对对对，煎粿。有无？你安尼煎一下，伊就酥酥啊。哎，对对对。好，慢慢吼，咱大概煎一下外皮啊，酥酥安尼就好啊，吼。好。来，我即马甲摕起来。哇。哦，有品的菜头粿吧？有啦，有啦。啊，即马过来，公叔，来，我即马煮只金龟菜头粿，这个油呢，我们放两大匙就好，哦，放两大匙。来，芹菜酸辣不要烹，好香。哇，蔬菜量很多哦。嗯，过来，即马不要烹掉哦，来。香菇头吗？来，等一下，一半在外面，一半在锅内。啊？现在这个时候，剩下在锅内的倒包。好了，来，锅头吗？嘿，小蛋，啊，这个头小蛋，好了来。哦，好菇嘞。好来，阿舅妈这干贝头，好了来。哦，好，多爆两下子。好来，阿兰舅妈热盘要再注意。哎，来变豆里来。好。哦，放出来啊！今嘛在我们的高汤粉，我们的高汤粉，昨天拜拜吃剩下的鲳鱼肉，骨头都剃得很干净了。哦，然后捏碎的这个马铃薯，高汤粉呢？是哈，来哦，来啊！今嘛再来对哈，也不用加鸡粉了，也不用加味素，也不用加什么蜂达斯，加一点点酱油啦。哦，哦，过叉开加些醋呀。哦。那个菇的甜也出来了，全出来了。哦，咱这么好煮吼，水也搁加济滴，咱留啊可以啊，搁较大一点点嘛，蛤蟆放落来，蛤蟆这头都煎粿，菜头粿吼。哇哇，整个就是很鲜美耶！我觉得这一招也可以用来干嘛？叫炒年糕。是啊，是不是？是。哦，我这么加太多吼，来。要起锅了，准备啊！好，它都要擦个金漆，就加我们尾巴的颜色漂亮。现在把它放上来。哇，就是一个好大一盘的萝卜糕哦。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好。来，公司麻烦搬下酒啊，这里。来来来，哎，我你擦一条哦。哇，你看这萝卜糕，
我们才39块炒这么大一盘出来，而且还有鲍鱼，你还有这个干贝，哦，鲍鱼在这啊，这上面沾满这个酱汁，其实都是洋芋片哎，哇，好香哦，嗯，哇，嗯，赞，39块，竟然有鲍鱼，还有这个干贝。在里面吸满那个汤汁哎，对，就在家里面，它甜甜 Q Q 哎，其实都用不到39块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就可以做出一道料理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善用家里剩余的食材，或者买一点点就好了，不够添一点，其实就可以做出很棒很棒的料理。那么步步高升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袋子怎么袋袋出状元呢？对吧？嗯。